现在我们有两队的成员，来，三月十八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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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争取追求的，对，两个都很乱哦。对对对对，而且这个是属于感情线的部分，是是是。那我们有很精彩一些歌舞秀的部分呢，就是由彩华姐他们一家。对，然后呢，我从来没有接过这样的角色，就是一个单亲妈妈。对，然后以前被抛弃，然后我带了一个5岁的小孩来投靠我的姐姐。啊，不能磨你了啊！静静讲一下。所以他演的是什么呢？我演的是一个童养媳的角色，小时候就是被抱回来，然后将来要嫁给谁呢？嫁给一个智障弟弟啊！对，智障弟弟。但是里面我又跟歌舞团里面的人团员相恋啦。相恋，所以就是家里面那个。这歌舞团好热闹，非常热闹，很纠结，重感情，重感情。爱丽波条件啊，3月18号晚上，礼拜一到礼拜五。Yes， 来了，我们 A B C 英文小教室 ，A B 小教室。今天要考考大家 ，Cry Wolf 是什么意思？靠狼，我们的 Cry Father， 我们叫。哭狼来了。哎 ，Cry Hungry， 我知道。Cry hungry， cry wolf， 为什么叫做狼哭怎么？狼嚎，狼嚎吧，狼嚎吧，狼在哭。你说狗在哭的话，表示它在看一些不干净的东西。哦，狗在哭的话，那狼在高声啊。吴凤不是外国人吗？吴凤应该知道。Cry wolf 什么意思？其实他们要说 crying wolf。Crying wolf 就是那个哭的狼，正在哭的狼，表示什么意思？因为身为一个土耳其人，这个问题要问美国人啊。你问我土耳其话，我可以马上去回答你。我连狼都没有。对啊，土耳其话狼怎么讲？不会，因为我已经在台湾很久了。对不起，对不起。所以他不知道，所以我问你为什么？来试一下，为什么叫哭狼 ？Cry wolf 其实呢，它是故意谎报或是散播不实消息的。哦，狼来了。对，它是出自《伊索寓言》那个故事，就是一个小那个放羊的孩子，他就大喊狼来了嘛。然后呢，他的你是在哭狼哦。对。那个标题呢，就叫 The Boy Who Cried Wolf。哦，对，所以后来就衍生出来是谎报，放羊的孩子，对，是放不实的消息。好，讲好了，马上我们今天的两队来，彩人队先攻。第二方 A B C， 晨晨队先攻。哎呀，快速的阿布，是，英文还不错，英音可以吗？还 OK。哪个学校？台北艺术大学。台艺大。北艺大。江欧恩，英文？北艺大。还可以。对。好，那后面两个不用问了。哇，那就过了。哇，恭喜。内容很重要，看什么内容？看人就知道了。有你就不用看内容了。不要这样子，就说不定是什么？人家以为你之前也会出贼嘛？对，人家有。而且哪个？还有彩华姐啊嘛？来，哎呦，向左转，戴耳机，先抢分。哎呦，来抽一个。好。好了，就他了。好来，就他。来哦，哎呦，这边有没有英文好的？大家都好嘛 ？OK 啊，简单，简单 ，OK， 简单呐，这个就那个啊，那什么？不要念出来，那个，哎呦，哦，原来是，这个很简单，可以，知道了哈，知道，再来，不难讲嘛，不难，对不对？简单啦，简单，来准备，好，一二三二 ，A B C， 15秒计时 ，After you write 几个字 ，two words。After you write a letter, write 写完信之后 ，Yeah, you put it in it. You put a letter in it. 哦，放到里面去。Then you write the address on it. Address. 哦哦哦。You write 写地址在上面。Yes, yes. What's that? Two words. 好，我知道。OK. 好。哎呦。好，来，准备啊。等一下吗？哈哈哈哈哈。不要猜 ABC， 不要猜，这英文还不错啦。啊，英文烂。英文烂的，那我跟你讲，聊一聊就忘了。你在背对不对？对。那再聊一下，来。还有15秒计时。Two words。两个字。And after you write the letter, and you 写信之后。Put it in the 手不要比。Put it in some。把它放在某个东西。Yeah. And you need to write an address.
还要写地址。Yeah, what's that? OK. Two words. Two words. 好。哎呦，我们哥不错，开玩笑，八点档男主角呢？是笃定还是放空？哎，你们八点档这个是播一个小时，播两个小时？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大概播几集？哪个可以不要聊？我快忘记了。才刚开始就叫我不要聊，那么难相处。我才刚开口就说不要聊。而且你是来宣传的，对不对？讲一点。这一题会不会赢不重要，宣传比较重要。真的，这样子吗？让奶哥主持太轻松了。来，准备15秒计时。Two words， 不要比。After you writing， writing。After you writing， you have to， put it in something inside。inside。After you writing。Writing what？ 讲跟前面不一样。Writing。What? Writing something. You have to put in something. And then you have to write.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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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我骑过一个东西以后，哦，写一些东西之后，啊 ，I don't know what， but something you have to put inside， put inside。洗干稿。两个字，两个字。当我写完一些什么东西以后，我放在一个东西里面以后，我还记得要写地址，那就是信封啊。哎，完了。怎么那么简单呢？哈。对，好简单哦，笑死。对呀。这怎么会？什么题目嘛？真是的。信封，信封会不会是油桶呢？好贱哦你！油桶没有写地址，他没有说，放在里面，他没有说放在什么地方。哎，今天这一集会播出蛮好笑的哈。好，他有哎，他就把写完地址要 put in where， 有没有？要写地址呢？就写完地址要 put in where。不因为放很多地方哎，写完东西之后，对啊，油桶，油桶当然也可能是他们出题的方向，对不对？油桶哦，但是信封的可能性更大。对，这一题叫这一题叫叠对叠，到底是信封还是油桶呢？到底要错的我感觉对的，对的还是感觉错的呢？想不到答案竟然是邮票。那你写完地址放进去要贴邮票，答案是邮差。油菜，还是鱿鱼，油条，你的方向很清楚，大概就在这样子，对不对？信封，信封，恭喜，标准答错啊啊！对，反应做超快的耶！耶！耶！来，换位置，信封答案，我想讲。我来听好不好？对，好紧张，因为敢放这两棒，我不听不行啊！太人了，然后就跟你聊。向左转，戴耳机。啊？哦，天啊！啊，这个很简单，光看英文就知道了。简单到爆了！你不可以讲到这个，不能讲到里面的字哦。当然啦，这个要怎么去讲？也不会，哪有那么难？对啊，对不对？三句话就什么什么 between 什么什么就好了，对不对啊？好，谢谢奶哥。时间够长，他不会照我的讲的啦。来，准备，一二三 ，A B C， 计时15秒。不要慌。Three words， 三个字。And girls like to go there and to have dessert. To have dessert， 哦，那你们喜欢到那边吃甜点 ？Between lunch and dinner. Between lunch and dinner. Three words.Three words. Oh, yeah. Okay, good. So easy. Easy. Okay. 怎么那么简单呢？简单。来哦，你要记得，你后面是王彩。好好，我会尽我所能修补，好不好？修补啊，来喽，准备哦。然后你要记得，王彩后面呢，锁上红灯。好不好？来，准备一二三 ，A B C， 15秒。来，我跟你讲。你一直交代我。计时，我要离开了是不是？
十五秒开始。Three words, three words, 三个字。About all girls, OK? 全部的女生。Between lunch and dinner, between the lunch and the dinner. I go to somewhere to dessert. 再讲一次。About all girls. Between the lunch and the dinner.Between the lunch and the dinner, go to the, have the dinner, dessert. 你的表情就是一叫茫然。王彩华，耶！啊，记得哦。OK。你后面是江宏恩哦。Yes。所以你要讲得很清楚哦。Boss,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来喽，准备。耶。野传第十五秒。Three words.三个字 Woman likes 女人 like 喜欢 dinner and lunch 对的万茶 dinner and lunch dinner and lunch dessert 是啥 coffee 蛋糕 coffee 还有蛋糕Kobe 跟 Kobe Bryant 是，哎呦，篮球明星啊！哇塞，厉害！哎呀 ，Kobe Bryant， 哇塞，自己的大哥。Kobe Bryant， 你大哥哪家哦？同父异母。来，姜文，准备啊！第二传 ABC， 十五秒而已，计时。哎 ，three word，three word， 三个字，耶耶耶，就是一个 woman， 那个女人，哎，黑了 Starbucks， 然后 cake，coffee， everybody， 耶耶耶，哦耶，亮眼，哦耶，可以，耶 ，three word，three word， 耶，三个字，来来 cake， 蛋糕，蛋糕，咖啡，还有浪子呢 ，dinner 的，哎，不要，好了，时间到了，三。瞎说，九官鸟，可怕，真的可怜呐、啊，可悲啊！这该怎么猜啊？今晚是猜题神人沈玉琳最痛苦的一夜。Two words， 两个字。It's a music thing. Two words. Maybe is a singer. Who? You begging father. 我拜托我爸爸。It's a question. 我拜托我爸爸问他一个问题。Yeah, let's go.红场天才冲冲冲组长真答来喽！记下每一集四个数字的天才密码，让天才冲冲脸书粉丝团留下答案，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礼品哦！天才冲冲冲！第二传 ABC 十五秒而已哦，计时。哎 ，three word，three word， 三个字，耶耶耶，就是一个 woman， 那个，哎，黑了 Starbucks。Starbucks， 然后 cake，coffee， everybody， 耶耶耶，哦耶，亮眼，哦耶，可以，耶，追我，耶，三个字，来，cake， 蛋糕，蛋糕，咖啡，还有浪子能定了的，哎，不要，好了，时间到了，三，瞎说，九官鸟，可怕，真的可怜啊，可悲啊，这该怎么猜啊？这搞不好你来，你的在这边他来猜都比较好。星巴克，女人，饼干，咖啡，快到了，就快到了，有灵感，快出来了，快出来了，对你有，你可以的，再五秒吧，再五十分钟吧，去星巴克，你看看，往这个方向就对了。好不好？不可能，你一定是误导我。他讲 Starbucks 不是我讲的，我误导你。他误导你还是我误导你啊？喝咖啡对吗？不要讲话。五秒，四、三、二、一。下午茶。他已经有讲 Starbucks， 有人去喝 Starbucks 喝下午茶的吗？对不对？喝咖啡。对呀、啊，第二就喝咖啡啊！还有那个什么 Kobe Bryant 啊！不啦 ，Kobe Bryant 我们是闲聊的。闲聊的，啊、你还有时间闲聊？牛奶很灵。我都当真呢。女人、饼干、蛋糕、咖啡，嗯，对啊，三个字缺什么？土耳其冰淇淋。冰淇淋啊？谁？没关系，他。讲的也无所谓，我
我想要退对了，你就我就扁你，我跟你讲。来，时间到了，我们不能再太浪费时间了。答案是冰淇淋。我真的不知道，因为真的不好猜。不好猜了。哎，缺什么？什么答案是吗？冰淇淋。冰淇淋，恭喜。答。喷。你认为是什么？你知道什么吗？就是他说女人很喜欢嘛，然后喜欢吃蛋糕、咖啡，所以是所以是星巴克的。星巴克，我怎么常去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你为什么要加一个星巴克？星巴克，从头到尾没有人讲星巴克。下午茶对不对？我想要告诉他，因为我那你觉得答案是什么？所以我很喜欢去那边喝咖啡，喝下午茶。可是答案是下午茶不是吗？答案是我是冰淇淋。不是，哪个问我说哪个问我说蛋糕？女人嘛，喜欢的饼干还缺什么？还有马卡龙，厉害！缺什么？女生缺个良心啊，缺什么？职业道德啊，良心，良心是两个字，啊，好不好？那叫你没良心啊！不是，但是我后面我刚不有讲出来下午茶了嘛？有蛋糕，那就讲坚持啊！真行呀！来换位置，下午茶给我改冰淇淋，抽一个，红白，红白胜利，红白谁胜利？红白，哎呀，太好了啊！Oh my god！ 不容易哦，不容易哦，啊、我不小心他们会交上。Understanding。好了，来准备哦，十五秒，一二传 A B C， 预备，开始。Two words， 两个字。It's a situation， OK？ 一个状况。Between you and your friend， 我跟我的朋友。Maybe something wrong。有点误会了。But nobody know what's true。没有人知道什么是真的。So 这么悬疑。Yeah. Between 什么意思啊 ？Just your friend. 我跟我的朋友。It's a situation. OK. You were. 好了。来了。来。计时。几个字 ？It's a two words. It's a situation. 一个状况。Between you and your friend. 我跟朋友之间。Yeah. Something wrong. But nobody knows what's wrong.But nobody， 没有人知道发生什么事。我跟朋友之间。Yeah, it's a situation two words. 嗯。就这样而已啊。Yeah. 就这样而已啊。哦。准备。一二传 A B C 十五秒，计时。Two words. You and your friend. 我跟我的朋友。Yeah, between you and your friend. 嗨，在我们朋友之间。Something.Wrong, something. 我们出了一些问题。Yeah, something go wrong. Two words. It's a situation. The two words. It's a situation. 一个状况。Situation. Yes. Yeah. 每一个都造假，都讲的。这一题答对了，我们就算输了。对，答对就有鬼了。他搞不好没有几句听得懂，嗯，你不相信？来 ，situation 是什么意思？不知道，他这个单词已经不知道什么 ？situation， 状况。哎呦，来十五秒计时 ，two words， 两个字 ，and between friends something wrong， 手不要比 ，we have some problem。朋友一些有点问题 ，and we need to negotiate， 需要沟通 ，yeah，and like fight， 打架 ，we have to negotiate and because we are in a situation。再来 是我想那个字吧 ，more and more time， 对，two words， we need to negotiate because we have something wrong。不，等一下，对，你知道答案就告诉我，说停，不要讲了哈。我想到明天了。继续聊，继续聊。可以坐一下。快开始聊，快。我就走这一句。快点聊啊！你觉得有什么就可以讲。
and yeah, because we need to negotiate, right? So 沟通，嗯，对。So the 怎么啦？的什么？应该没了啦。没了，看到没有？没了，我给他讲都讲不出来了。真的。OK， 时间到，来，给你看想想，到底是什么答案？三十秒计时。朋友，他讲到有朋友，朋友，然后，他说感情生变，对不对？生变了需要沟通，当然，不对，对的，接近了，需要沟通，然后甚至会打架，哎呦，甚至会打架，然后是两个字，9, 8, 7, 6, 5, 4, 3, 2, 1谈判，再大声一点啦！谈判，再大声一点，再不能啦，破掉。谈判也不对，仙人跳那不对。我就说你不会对的啦。这是一种情况。对对对，情况怎么讲 ？Situation， 怎么拼？哎呦！来吧，我如果会拼，你不会拼，是不是尴尬？呛死我！Spell S P E L L S P E L L， 哪个？你不要吐口水，你不要吐口水，有点酸。太神了！哎，多少人在等啊？你还说不要叫我，不要。谁？不拼啊！答案是。哦，天哪！喷啊什么？失和。好，是不是一种状况？没错，失和讲得非常好。失和就打架，打架还是什么？失和。失和。喷。是太多字可以了，你随便讲一个。我觉得是误会。误会，你呢？我觉得沟通也是啊，沟通。对啊，你呢？我也觉得是误会。误会，嗯。哎，答案什么？答案就是误会啦。对呀。好，1-0，动手交换。今天的以讹传讹，以讹传讹的情况下呢，啊，我们可惜的 lose 掉第二题，我们应该至少要两题才不会输，因为他们这个组合也是相当诡异的。鬼什么？诡异，鬼打墙来。来，通用，向左转，请戴耳机。来，英国腔。英国贵族腔。来，英腔。英腔。等一下。谁是？这是什么？哇 ！Oh my god！ 好难哦，好难哦，不能比动作哦，很难啊，这算难的。Oh my god！ 哦，好，我们答对一题，看他们能答对。第一题，叶川 ABC ready。Two words， 两个字。It's a music thing。这个哎呀呀，音乐的什么 thing 东西？对 ，long time ago， 很久以前，很漂亮的女生。Hold hold your hand to play。It's a name， it's a name， it's a name， it's a name。一个名字。Sound like fruit， fruit。我们的水果。Yeah， it's a name。水果，懂啊？什么梦露？莲梦露。请问一下，请问一下。他有戴耳机吗？因为他听不懂。你叫这么大声干什么？你为什么要跟一个小女生一样怒吼呢？我要让他记。你有时候一天不止两个通告，对，一通告就叫哑了，对，何必呢 ？OK 啦，可以吗？他还叫不哑嘞。铁猴。对，因为我怕他听不懂我的英式腔调。你是英歌式的吧？英式。一二三 ，A B C， 第二棒。我刚才音乐声这么大，观众朋友听一下，对，我都可以听到胡子啊，胡子啊，来什么？好了，加油！一二三 ，A B C， 第二棒 ，Ready。Two words。Two words。Maybe is a singer。Long time ago。是个唱歌歌手，很久以前。Woman， her name is。他的名字。名字是水果。Maybe I think foreigner I think。太欺诈。什么？是个人歌手是？American singer。
OK，好，都完了，当兵，我那我先理解一下。这个棒子是你拍的嘛，对不对？我哪有拍，对不对？我说随便站，他们就站上去了、啊。不是啊，哎、欸，你这传到后面已经没有意义了、啊，那前面已经。好，不然让瑞麟哥跟奶哥讲一遍。这样好不好？他讲十秒，这样可以的吧？计时开始。轻轻讲就好了。It's a music thing. It's named like a fruit. Long time ago, beautiful girl hold in hand to play.哎呀呀 ，fruit，OK， 不讲不讲 ，play， 这样可以。那你胡扯，你讲到不是他根本胡扯，我胡扯，对，谁他也胡扯，他也在胡扯，不是，因为他讲的其实讲只讲到一个重点，可能他知道答案了。对呀、啊，一般听到那个重点就知道了嘛。OK， take off。来准备，太投入了。一二三 ，A B C ready， go。It's a tour， 做 tour。呀，两个字，两个字。It's a music play， music player。Okay， tours music player。I have three line， three line， three line。Okay。Yeah， it's the like a fruit， like what？ The name like a fruit。Oh， like a fruit。Yeah。Three line。他知道答案。啊啊！那这个，他换个方式说，对啊，他只要能够忠实传达，应该这题就得分了，嗯，好不好？妇人之仁啊，你就知道可怕了。哎那嘞，到我讲就好了。OK，repeat。我觉得一定很难，你们刚笑好久啊。一二三，十首歌了吧 ？Ready， go。Two words， 两个字。It's like music， it's music。是音乐，跟音乐一样。It's a fruit， maybe the name of the fruit。水果 maybe and 可能是水果 maybe it has three lines 有三条线 yeah、and then it's I think it's about music 三秒跟音乐有关系 yeah and it's about 三条线跟水果有关系三条线两个字这三条线是说他听完整个叙述之后有点三条线来请思考三十秒可能跟音乐有关系明显啊，有三条线，只有三条线，其他有六条线。可是他说只有三条线呢、啊。三角铁。二胡。哎，不讲话，不讲话，各位。二胡，他也没有说是乐器，只说可能跟音乐有关系。时间匆匆的在走。最起码跟有两个人知道答案，对不对？我们两个嘛，好，你知道答案。我竟然不知道。小提琴。6 5 4 3 2 1三条线好难哦我头有点晕讲完之后三条血糖好低哦尴尬血糖好低哦再聪明的周大牙也会卡到不是啊算他错了 fruits like fruits the name like fruits 名字跟水果很像。那彦君，你知道答案吗？对不对？他现在，但是他不止他才知道。你问过了，你是问过别人吗？他还刚才讲多讲了什么，你知道吗？对，因为你知道我的答案是什么吗？他是在 sorry 答案什么？因为第一次的答案是以为是梦露，那个莲雾，莲雾不知道啦，我就觉得他是梦露。莲雾，梦露是什么？茶叶莲梦露啦，茶叶莲梦露叫梦露，茶叶莲梦。现在给我们一个痛快，来，来站好，站好，站好，每个人在自己位上，给你们个痛快，喷。水果，中国乐器跟水果有一样的，只有一个东西是可以吃，只有一个啊，枇杷。OK，Thank you。不是，我刚刚在讲，你咳嗽的时候要吃什么枇杷 ？If you， 而且枇杷是四弦，不是三弦，啊，非常可惜。他的这样说法就是什么 ？Chinese flute， 对 ，Chinese flute， 哦 ，Chinese flute， 哦，因为不能讲 Chinese。第二题，请换位。可以，可以，可以。我来讲，我来讲。对，这他不能讲。你来讲，好，你讲。宋一佩，我讲。我现在 repeat， 这边以后请这样做的。我就 repeat 哦。请戴耳机，请休息。
Repeat， 现在要 repeat。川儿 A B C 第二题 ，Ready Go。Tours. You can pick it at the beach. Pick it up. Okay, pick it up at the beach. It's very beautiful. Very beautiful. When he alive, he has two piece can open and close, open and close to breathe. Okay. It's very beautiful. Have a lot of colors. Okay. Yes. 什么叫做猜题神人？让你们见识一下哪一个的超能力。Tour on the beach. Oh. See the beautiful, beautiful animal. 无聊的野兽。Yeah. 就这样子。Yeah. 拿走。在沙滩。答案是。I love you. I love you.还有大家引领期盼的触感诊疗室又来喽！哎，香香的，哦，香香的，你怎么痛？为什么？我会痛，会痛。好奇怪的感觉。闭眼探索的乐趣，待会触感诊疗室开诊喽！天才冲冲冲局长甄达来喽！记下每一集四个数字的天才密码，让天才冲冲脸书粉丝团留下答案，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礼品哦！天才冲冲冲！这个是什么？哦，贝壳。难道它是传说中的壳牌石油吗？我不能说，你刚不是有说了吗？我想确定一下而已。算，我觉得太复杂。OK， 一二圈 A B C 第二题 ，Ready Go。Two words. You can pick it at the beach. Pick it up. Okay, pick it up at the beach. It's very beautiful. Very beautiful. When he alive, he have two piece can open and close, open and close to breathe.Okay. It's very beautiful. Have a lot of colors. Okay. Yes. Come on, baby. I got you, baby. It's good. Relaxing. Like you, beautiful. Relax. Okay. Just relax. Okay. 那现在我怎么办？好了，好了，要多久 ？Okay. What's the answer? 知道了。我大概一下，就OK， 大概一下。知道。他知道了，我可以跟你讲吗？琵琶对不对？不是琵琶的啦，吉他。OK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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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一二三 A B C 第二晚。Two words， 两个字。It's on the beach， 在海滩。Yep， you can pick it， you can pick it， and it's very beautiful。It opens， 海滩。It opens， I think it's maybe animal or maybe it's something like birds。So you can see it on the sand. It's beautiful. 不要演。Many colors. 三秒。And I think you can find it on the sand everywhere. Beautiful. Perfect. 我都听得懂他的单字，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他在说什么。Just repeat. Okay. Just repeat. Oh my gosh. 我有感觉。接下来第三棒要传给 Giggle 的第四棒。Giggle 的第四棒，待会会发明另外一个答案出来，你看着。Yes, A B C, ready? Go. Toward in the beach. Beach. 海滩。对，然后没有对，怎么然后 ？In the sea, see a beautiful like 吴凤说 like a like 没有国语啊，没有国语。Like an animal. Like an animal. Like an animal. See beautiful. In the sea, see like an animal. On the sea, see a beautiful. See a beautiful animal. What? What?See the beautiful animal. Oh, I got it! No. 真的知道了，但是它不是 two word 啊。Beautiful animal. 一定会发明另外答案出来，你看是。
不是两个字哎。来，一二传人 A B C。She say two words on the beach. See the beautiful animal. 漂亮的野兽。Animal 在沙滩。Beach see. So 五秒。漂亮野兽。Yeah. 就这样子。Yeah. That's all. 我忠实的穿搭了。他只有这样讲。大概重点只有这些，他有其他夹杂的国语，大概也是这样子讲。差多了，差多了，拜托，你大概差到两到三句，差了两到三句。你有谁屁？我的两句蛮重要的。我跟你讲，我去过澳洲，我还挖过这个东西。哎呦，他知道哇，哪个很聪明的啦？其实也不用挖太多。他关键字厉害。那个沙滩，他总会有 beautiful animal， 问题这个也不 beautiful 啊。每一个人的眼光不同啊，喜欢的东西也不一样。上次想要说中国的医术会插入的，他就知道是针灸。哎呦喂，真的。他很厉害的，你知道吗？在沙滩 beautiful animal。对，他知道了啦，非常漂亮。刚才也有讲 color， 来，答案是妆啊。对，那是海鲜。嗯，你行的，相信自己。我相信你，哪一个？蚌壳还是贝壳？他知道了，他真的厉害。贝壳，因为贝壳比较漂亮，蚌壳不漂亮，在沙滩。答案是。狼。不是，我像狼，不是，我像狼吗？现场五秒，五，是，他要讲 alive 啊，刚才他没有讲 alive， 还有什么？有什么？贝壳。那如果就蛤蟆，那个叫什么？蛤蜊。螃蟹。我觉得是贝壳，制作单位比较会出贝壳。不会出那个什么蛤蜊，贝壳不会出蛤蜊，不会出蛤蜊，贝壳那贝壳又不是 animal 啊，他知道啊，还有什么？贝壳，如果说漂亮的只有贝壳了，海滩上的动物漂亮的是贝壳，答案是贝壳。太厉害了，现在还好，一平，哎呦，第三题平手了，可惜了，哎呀，本来真的下午茶对的话，我们会赢的。第三题，请换位置，那我来猜好了，你猜啊，我猜，我现在有灵感了，对，那个张文琪，你第四，现在有灵感，中间都女生哦，要不然我站第二个，这样子吗？快在中间，我站第二个好了。也可以，也可以啊，这样。你站第二个，不行啊，不行啊，你站第二个，那从第三个以后就没就完了。没就这样子，从第三个以后快转，快转。对啊，好嘞，向左转，先戴耳机，来，请抽底。好，靠近我，这个。哦 ，flirt， 哇，这个不好。哇，太会了吧！差不多感觉。中了什么型？我们有误会，他们也要来上。哇，这很难呢。对。也是个 situation。也是个 situation。situation。好无聊，这个单位。散交。OK。很难。OK， 我进来。第三题，今天会不会赢我们呢？一二传人 A B C， ready。很难吗 ？It's a two word。两个字 ，Yeah， it's a situation， 一个状况 ，Yeah， my daughter want to buy a car， 你女儿想要买一台车 ，I don't know， I say no， 你说不行 ，Yeah， but my daughter， oh come on baby， please come on baby， 两个字，哇，哪个好厉害哦，两个字，不要急，不要，两个字，把爱找回来，他的爱意我表达，3月18。清晨时钟跟八点档，奶哥的女儿要买车，带什么东西？OK， 一二三 ，ABC，Ready，Go。
His daughter say, I want to buy car. 我想要开一台车。But he say, no. 但他说不行。His daughter say, please. 所以他女儿说，拜托，拜托，拜托。两个字。To, yeah. 就这样。三秒。就这样。It's a situation. 是一种状态。算清楚大牙今天打有点打啊，他今天比较卡、啊。我应该都有传达到的吧？有。算，他听不懂这个。我要把它换成很简单的单字。现在这个是一个承先启后重要的关键。怎么了 ？OK 吗？到底能不能通过的顺利通过左水溪以南呢？还是一个传 ABC。两个字 ，It's a situation. It's a situation. Situation. You know.Situation, no. Situation. Yeah. My father. My father. No. Your father. Your father. Sorry. You begging your father. You begging your father to buy a car for you, but your father say no. You begging father. Yeah. 怎么？完蛋了啦！好难呐。You begging. 他想简单的说，可是又找不到字说。可是简单的说呢，那个很准确的字又很难。对，嗯。讲就好了。很棒，棒 ，OK 啦。贵州还要不要 ？OK。来来。你先，你先有机会哦。啊！哎！来，搞定。一二三 ，ABC， 请加油了。第四棒 ，Ready， Go Go。Two words。两个字。You begging father。我拜托我爸爸。It's a qu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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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我拜托我爸爸问他一个问题。Yeah, let's go. 怎么样？红茶。谢谢。秒计时，我问我爸爸，然后我求我爸爸，然后跟他说 any question。我爸爸，我跟我爸爸说爸 any question。爸爸你什么了？你还好吗？爸爸你怎么了？标准的问候你爸爸。我拜 I beg you， 我拜托我爸爸。太好笑了。我问我爸爸说你有什么问题？爸爸怎么了？爸爸怎么了？爸爸跟女儿，爸爸去哪里？爸爸，爸爸，我们去哪里呀？你在活泼什么？没有，这个苦中作乐啊，因为这个不一定没有答案的嘛。我跟我爸爸说两个字哦，你有什么问题？那就是要他的遗产，对不对？我们光是一个 beautiful， 一个 animal， 一个 beach， 那起码有迹可循。我要问我爸爸什么问题？当我要问他你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就是贪图他的遗产嘛。真的是这样吗？逻辑对。我问我爸爸有什么问题？好笑。张文琪啊，真的实在是好好笑。Question， 爸爸。Question， 他一定是讲错了，一定不是 question， 那是什么 ？Situation， 还是什么选？他就是 situation， 他就是 situation。我老实告诉你怎么样？好 ，I begging my father， what's your situation？ 你啊不是一样？你舒不舒服？你现在怎么了？还不是一样？现在是什么状况？你现在是什么状况？某人肩膀起来不是笑的，他们肩膀。你怎么这样？问爸爸妈妈有什么问题？对，改天你肩膀起来会肿痛。你要想哪？哎呀，听起来有看好听吗？阿爹，你有送吗？现场五秒倒数。五、四、三。爸爸的一种状况，答案是。这没办法，这无计可施，贝壳好了。你起码讲琵琶嘛，讲贝壳。没有答案吗？哦，没有答案。喷。来，
刚讲的很好。那大问题，这样子不错。后来就那个周怡佩，你自己不知道答案嘛，对不对？周怡佩知道答案吗？应该是情绪。好，来，不讲不讲不讲啊！来，你讲。不用了，周一佩讲一次啊！来，周一佩讲一次。You want to buy a car, but your father say no. You begging him, but your father say no. It's a situation. What's that? 我就要买车嘛，我爸爸说那个我拜托他嘛。对。这种情况是什么？嗯，这种情况就是拜托啊。我现在要快讲，快介绍用自己的英文字，看看他会不会听懂，好不好？好，我自己的方式哦。好，预备 ，OK， 来计时开始。A girl， 不能演啊，不要演嘛，知道了啦。是不是跟他演，他演不演无关啊？我知道哪个的逻辑了，撒娇嘛。不是，当然怎么会是请求呢？所以。没有，因为 girl 是一个重点，但是你们的 girl 都还不是，因为你女儿跟爸爸一定是撒娇的嘛，因为会强调刀头或者 girl 一定就是撒娇啦。对啊，刀头或 girl 就是撒娇，一定就是撒娇啊。哎，没有别的。哎，如果是儿子，儿子会拜托给我买车，你在哪里被骗了？可是女生的逻辑会是，比如说是一个昂贵的包包才会用到撒娇，一个一台车一样，不管买什么都一样。男人的车，女人的包，这是同一件事情的，都是很像。Girlfriend, boyfriend, 逻辑，女生逻辑。好了，把一个正确答案就是撒娇。好了，1-1，赞成评审哦，谢谢。